Hello，大家好。小妮儿现在马上快俩月了，现在就是都是说一月睡，二月闹嘛。小孩到二月，到这个二月里头啊，都该闹了。现在小妮儿也是，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11、12点，要么是12点、1点，就是深夜的时候，然后都开哭了，每天都是哭的撕心裂肺的。我弟孩还以为他是哪儿不舒服了。然后后来我上网上查查看看，都说小孩儿，在二月都会闹，他会有那个肠胀气、肠绞痛嘛。哎呀，之前月子里都知道，然后后来一到这个时候，哎呀，还是心里比较焦躁。虽然说你给他做操啊，但是我有时候光忘。之前俺妈教我嘞，看看。讲解你怎么学会啊？学会了，但是我光忘，有时候光想不起来。来叫俺妈这个老师傅，来给小妮儿再做做顺顺。这难为不中啊，这学着嘞。他是不是胀气啊？妈，这在晚上哇哇哭闹。是，是啊。不要哎呀，闹。哎呀。你看看这个小妮儿，都这舒服呀。反正他的屁天天都是可多。看看我，嗯，顺顺气儿，排排气儿，啊，你给那孙女做操嘞，你在哪儿啊？看，给你坑死了！你打嗝了？你这我忙吗？我这问你上午我听你咋跟他妈说办个啥卡了？那我上回给俺妈办的那个全民优待的卡，一个月39块钱。我这个手机一月90多。你咋了啊？你说你这个卡不用，想叫我给你办个啦？那个不是便宜啊？那你这个卡不是用10来多年吗？你舍得丢啊？舍得啥不舍得？那用这些年那都这账号，那不太贵，90多。那要不我给你弄那这个，你这个卡我给你来套餐降，然后我再给你办一个全民优待的卡当副卡。都这种种，那不是连卡啊？那不是那孩儿费用，那孩儿可不给你办俺妈这个39来了，就是给你办那个月租9块钱，然后你如果想用流量的话，我再给你单买一个20G到100G 的一个流量包。但是我想着你就是如果给加的时候，咱家有 WiFi，你也用不着这个流量包，就不用加了。然后就是直接用多少花多少，1块钱600兆也不多。你要办个卡，一月9块钱。嗯，用流量再扣啊。哎，对，它虽然是个5G 的卡，但是它没有恁多套路，4G 的手机也能用，它也不会限速。就是像你平时去外面看视频啦、打个电话啦，啥都中。就是你出远门了也管用。那这卡给哪办呢？你咋恁落伍嘞？要是跟手机上都办呢？是的呀，直接给微信上搜索那个全民优待公众号，直接跟那样选号，然后办好了，人家都直接给你邮寄过来了，不用出门都管办了。那时候我给俺妈办那个也是这个样，可方便。哎，给手机上都办呢。之前妈我跟你说的，你也不这样，还是我教你的吧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你给我办一张吧。那中，那我去等会儿去弄弄，给你办一张。哎呦！你看这会儿多乖，也不闹了。咦，你轻一点乖。你起来，你轻重。跟着爷去睡。走，跟着我去睡觉吧。去睡觉吧，别看了，已经到时间了。可惜了，该睡觉了。妈妈刚才跟你说了吗？10分钟，到时间了，去睡觉。跟着我走。瞅瞅这抱住弄住可老实，都不想往床上躺。小孩往后都是的，这是第二个月，这二月来他都是的。开始盘肠了，
小孩就是容易这个肠绞痛了啥了，反正是大人得精心点儿操点心，给他做做勤做做这操，然后洗澡的时候上洗澡的时候容易给他按按肚，嗯，给他揉揉，给他按摩一下最好。有耐心，有耐心，耐心度过二月份儿，他慢慢的好了。嗯。